饭，帮我去打包一包馄饨面。遇上一个蛮横的独居老人，家辉哭笑不得，却还是不忍心拒绝。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你，如果以后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 call 我的。结果出乎意料，我上次跟你讲那个义工女生啊，在后面帮我打扫，我介绍你认识。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嘞，又没有叫你们立刻叫我进来了。幸福送上门之外卖，每逢星期五及六晚上九点，八度空间有你真好播出。